得知还没到工作的时间，可站起来霍瑶和赵丽便开启了游戏模式。在里面踩空了。挺利索的，我也读过几下。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，每次都遇在天台见面。什么意思？你上来晒太阳的？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东西你未必带来。三年又三年，谁他妈到底知道我是卧底还是网瘾少年？给我机会。我怎么给你机会？之前是没得选，现在我只想做一个好人。那你去跟法官说啊，他让你做你就做。那就需要我死了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谁知道？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谁知道？这不是我，他可真狠，一定。张志远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每天快乐的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一帮假的。走的时候慢一点，我追不了你。今天忙工作的爸爸妈妈都上班了，只剩下扎西独自在家里。谁呀？
我问丹妮是谁，他没有回答。之前我们我很害怕，他是一个坏人的话，他把这家里的东西偷走怎么偷走怎么办？我自己的生命。也许在扎西看来，如果不开门，陌生人应该自己会走，那么他所害怕的问题就会自动解除。我靠在那个门边，看一下，他敲了好久。你是谁？我没见过你。很陌生的人，他的脸都是。我说我不能开门。朋友的妈妈也不在，爸爸也不在，朋友他也不在，你来干嘛？我不开。那你打那个高伟的爸爸妈妈电话。隔着门听着陌生人打了爸爸的电话，扎西会不会把门打开让他进来呢？经过再三确认后，这位陌生的到访者终于在长达20分钟的敲门后顺利地进了家门。究竟是谁这么执着地一定要进来呢？在医院在家。原来这位突然到访的陌生人就是第9季变形记的城市主人翁。每次都能够说别个，你觉得好意思不吗？曾经那个厌学易怒易躁的叛逆少年朱汉墨。通过参加变形记，朱汉墨体验了不一样的人生，收获了最真实的感动。现在的他已经回归到本该属于这个年纪孩子的生活。因为我和郭瑶本身就是朋友，然后平时也经常来他家，想跟扎西交一个朋友，来看望一下他。你肯定是第一，我觉得。那现在我们要第一个动作。先是右脚。对。行，来，你再慢一点，慢一点。8、4、2、3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。会了吧？大哥会了。1、2、3、4。明天就是全校郭壮舞比赛的日子了，两位城市少年的辛苦努力付出能够收获回报吗？能够换来郭壮舞比赛的最后胜利吗？